呀，讲会出嘴呀！你美人啊，你是不知影这物资在波动哟，起码电瓶车嘛，从卖厝的来，口袋已经来起价啊，几万块你也讲会出嘴？你目睭细蜜就算，你目睭若青眉，无讲两蕊目睭呢？阿姐啊，你敢知我出过酒面？我知袂了，知无？啊，啥人拢买呢？一支喇叭分开卖是我的主打歌，啊，那我的副歌叫做破麻飞上天，千秋破麻飞上天。哎，阮顶边只因为你发钱啊，即马才够发钱啊。破麻没发钱，那是有因为讲到鸟啊，唔知发钱。不知道他是很喜欢我还是很讨厌我。就我每一篇的那个直播里面，每一篇哦，他都写好女人，我长了个些相片哦，拖出来哦。这个人哦，硬讲我是老女人呐，硬搞我评评理，看是咩人较老啊。我不会封锁他，我很少在封锁酸民啊，因为我要跟他对着干。而且你家己生做这个型，你长这个样子，你怎么还有勇气去说别人老呢？你要骂别人之前，你应该先去照一下镜子。公益的公益送，公益的送，那不是。他也因为我上了很多节目，他应该要感谢我。要不然他快要过气了，你懂吗？白云不玩了，暴晴变一段连，杨秀慧好怒，他快过气又感谢我。我跟你讲，大喜之日之后我们就分手。杨秀慧和白云去年五月的绯闻吵了几败勾几败，这回真的是情断北海岸了吗？我是魂断国境之南。白云上周录综艺大热门时表示，近来跟杨秀慧没了联络，上次见面疑是过年在朋友聚会上。我们最后一次是过年，他有老人痴呆症了。最后一次是我在录最强综艺秀的时候，我跟马国碧去他家按电铃，他出来跟我们照相。所以他这个人哦，我告诉你，那个人为了上节目，有时候胡说八道。他的个性就是独来独往，伊不能够小你啊，他又比我年长，啊，我紧张。他说公益的公益没送，你也没送。那不是假的啊，互相消费嘛，他不开心我就跟他道歉就好了。表示你们交情没变啊，对不对？还是朋友、啊？交情没变啊。那你跟秀慧可能在当朋友吗？是朋友啊，是有可能在回复像以前的热络吗？不行啊，那个我不是自己自掘坟墓吗？花东姐自己掉不行 啊，但是朋友那是没话讲。哦，朋友觉得 OK， 但是你说还要再搞这个什么？我的体育社会观感不对啊，那个就是社会观感。他也觉得你为了上节目在就是炒作跟他的绯闻，其实不是故意的啦，因为他也没什么值得让我炒的。他也因为我上了很多节目，他应该要感谢我，要不然他已经快要过气了，你懂吗？那何宇文不是在消费他吗？我把白云弄红了。今天秀没有在找你，是因为他。你放心，不是，也不是这个啦。冰姐那天四月八号才碰到我，她说：“哎、欸，对不起啊，那个什么，他那部水灾就会很难了。”我讲是啊，真烦恼啦。我嘛讲，我靠，游山玩水我都无用，我靠的台词。所以很多我觉得他们两个姐姐个性还是蛮像，一山不容二虎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就跟我儿子讲说，有喜欢的就表白，对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像现在都是别人跟爸爸表白。男朋友没有了，不会再找男朋友了啦。不然就回来。怎么？哎呦，天公伯啊！看到这条水母徛伫遐。什么社会啊？江志峰，你是恁兜钱伤济哦？你什么人唔好请？你去请一个江永吉，甲你出唱片。高音不转，观音观袂起哩，低音低袂乱，啊，中音阁无啥会准。啊，你找一个甲你唱出片。啊，我呢，这个这优秀的人才，你袂晓要来找我？哎，秀啊，你是要为啥过要登去台东找恁爸啦？台东是不是爸？因爸是阿西。啊，因爸阿西，你甲脱水拢伫台东啊？啊对啊。阿西，全部甲人讲假。喂。哦。这是阮老爸啊，恁老爸啦。啊，我即摆咧生气，恁大家拢唔知影哟啦。你卖生气，不是生气，你生气啦。哎，对啦，阿哥有。哎，姐啊，姐啊，姐。你想。哎，阿哥有你啊，你。我咧讲你啦。我哪尼啦？你甲站在甲差不多的啦。啊，顶摆叫我演一个啥？无讲话，倒伫咧椅仔顶红，一直吐落去。到一摆当演女主角啦，你目睭细蜜就煞，你目睭若青眉，无可能两蕊目睭呢。个人个人的专长嘛，哦、对啊，你的专长就是演车的啦，演土鸡兄的啦。喂，我演土鸡兄。
迄个唔是啊，讲演哦，迄是一流的哦，一流的。啊，你讲要现在一定唱歌，还是要去演个音乐剧，迄无可能的代。那有啥物无可能的代志？无可能代志，往往拢有当发生啊。那有可能？我会唱比张勇是较歹。无可能，你有出过唱片的人嘛？对，我出过唱片咧。哇塞，哪个啊？你哪知我出过唱片？哇塞，别了。知无？啊，啥人拢买咧？是不是像你变唱片？啊，我去拿唱片出来，准卖三张。骗死人！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别跟你讲啊！不啦不啦，你的唱片的歌名好，你唔好你唔对啊，卖个乱有无？卖个乱真好啊！卖个咩啊？什么感官艺术嘛？我这个艺术，别讲。不啦，人今晚要出一块叫卖个出啦，好不？现场那很巧，好不？嘿，唔好人啊，这我会歹势啦。大家聚会啦，现场要很巧的呢。我已经看出一个机会啊！什么机会？江永琪、江志峰、江秀辉，你个该姓江。我咧讲，阿你咧讲卡呀，阿怎都叫二姐江蕙来哇？哇！你咧出一个专辑叫做《江江江江江》。喂，虞美人摕几万块，要甲你小心，嘿呀，讲会出嘴呀！虞美人呐，你是不知即卖物资咧波动哟，即卖连民众嘛从咩厝内来，口袋一直咧起价啊，几万块你也讲会出嘴？你有大家心，好人民早群都换精神啦，你的人哦，都甲你的名同款啦，鸿雁，你啊看查甫是咩鸿雁？我讲你多咧讲，他都讲一摆。上届有名虞美人啊，哎安怎？伊个几万块吼，要来搞我赎身，讲要搞我出邪身。笑话啊！虞美人摕几万块，要搞你赎身，嘿呀，讲会出嘴啊！啊，伊较唔知啊，你吼，像我安尼吼，红红又又安，我那捏翻你人管很多。既然伊出一万块，虞美人啊，你是不知即物资咧波动哟，即马连民众嘛从咩厝内来，口袋一直咧起价啊，几万块你也讲得出嘴？吼，我知影虞美人足好个，咱新台币有车两千，小心上。阿母，豆豆讲，够话啦，够话啦。陈志宏哥哥，伊讲伊摕一万块，你搞小心，你话伊搞摕出手皮啦。你冷静冷静，陈志宏老师。你从今仔开始看眼科的钱，我拢给你出。我感觉你目睭有问题。我食到这大汉吼，食到五十几岁吼，头一摆甲外人要冤家就是安尼。头一摆我毋捌甲外人冤家呢。你拄仔咧讲啥？陈子鸿老师摕一万块要小心。对咩？伊讲啥？你是安那？外人诶，江惠哦。因为台湾的江惠已经封麦啊，换我外人越南来。手看嘛，咁对。我咧讲啦，伊讲要安怎要甲你出唱片哦？你先出代志才讲啦，出唱片。我咧讲，这件代志我无同意。若无十万块，死都免讲。等下，安怎？阿母，阮遮人客拢无。你倒位人咧艰苦？不是，阮遮人客拢无十万块诶。无十万块。阿无你讲，你帮我两个配一个好对象好唔好？来来，我甲你配一个，头前迄位。哇！你看伊脚只片后边，敢有十二度的光芒？敢咪是发电机的詹雅文老师？我跟你配合伊，伊个终身大事就交代予伊。雅文老师哦，我无爱啦，母啊！啊，人无跟你嫌都袂歹，你搁嫌人哦？你嫌人安那？唔是啦，迄雅文老师吼是足猪逼的人呢。是啊，伊普通时啊若无聊吼，就走去病院共洗身躯。对啊，啊无去甲独居老人咧起厝。后摆伊来甲你洗大腿啊！哎呦，我无爱，无爱啦，阿母啊，迄足忝的，我无爱啦。什么咧忝啊？你唔捌啦，我用心良苦，人伊都是常常咧做善事。后摆吼，你来过往哦。小姐，我下礼注意啊！阿婆，那我呢？那我呢？你好，我呢？你来休假呢？现在我男的，你敢讲会掉？嘿呐，那有这种的，我冇看。我看看。会碰上啦！啊，许常德老师。啊！你安怎哟？阿婆，我不爱了。你不爱？许常德老师的老公公，老公公，是我呢？是你一个我多多会掉我啦？我咧讲啊，徐昌德老师真赞啊！你若甲伊斗阵吼，老的老婆听，少年较当兄啦，你一定会幸福。好，转来决定啦，转来决定，转来决定。十万块，十万块，十万块啦！他是国情啊！你请，你请，你请，他是国情。祝你。有人不爱压脚嘞，无见天光。
水蜜。哇！哪里啦啦？我爱吹喇叭，好不好？哦，啊，你边啊个小黄瓜，个茄子，个金蕉。台湾卡卡。哎、欸，台湾卡卡。啊，我小妹卡音啦。小姐，小姐，哎，来进出来，进进。总店了，等于。哎，你妈呀！这是什么物件啦？顺叫你妈后边讲，我讲，一支喇叭分开卖是我的主打歌，啊，那我的副歌叫做破麻飞上天，千秋破麻飞上天。哎、欸，我顶边只因为你发钱啊。起码要够花钱啊！哎，画马没花钱，还是因为讲到鸟啊，唔知花钱。哦，那即摆无讲鸟啊，哪边啊花钱？对不对？我讲，买一片送三百，三百块很紧嘛。我今仔改变，无了了了了。买我一片 CD， 我含税。含税。那种税务局也其实过了长官底下呢。哎呀，含税的对啊，我这人好公民啊，是叫大家含着税啦，哈。啊，要去倒买，人找人客乡亲是大，阿娘阿爸真足听，那边警察是安那是要来搞你啊。你一讲唔对就来你啊啦。我来，我你即马一直要起步啊，一直在等。无无，我新闻局派来。我今仔拢无讲垃圾话吼，我讲拢是清洁。我都没有讲脏话啊，我是来到脏话。这里是脏话。我讲，那要买我这张 CD， 拜托诶。请你先静心，七七四十三高工，七七四十三高工呢，红阿婆袂当惊房。我意思是讲，袂当伫房间惊来惊去。哦哦哦哦，这叫做惊房啦，安尼算算吼。所以讲，若要买我这张 CD， 拜托的，恁家隔壁的消防队，三个巷仔口倒完，了后一间洗浴房，洗浴房佫剩三年了后，有一间屈臣氏。屈臣氏洗洗洗到山头买你的时阵呢，七月半你就通买到我这张 CD 啊啦。